几百块的玄关设计也能增加运势哦。这是开门吉祥的意思吗？吉祥如意。这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？这个只是让你在疲惫的一天回家，开门看到点吉祥物，心态好一点，心态好了人就顺了。所以只要让你心情舒畅的东西放在这儿，那不比几十万的花瓶来得有价值吗？但是师傅，我觉得我家里有一个几十万的花瓶，我会心情更好哎。好像也是啊。我觉得你陪他站在这儿更好。新的如意没有到之前，你就站在这儿当我们家的玉如意吧。Later。吉祥如意，小六，你在这干嘛？我操！媳妇儿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哎哎！What？